打完了过去再看。这会儿是他们的休息环节了，谢谢开朗老板的这个支持啊，感谢感谢，谢谢你。哇，这几天这晚上也是给我笑笑的顶不住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我不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。哎呀，真的笑了顶不住了，都是人才呀、啊！做直播了哪能不是人才啊？全是高手。全军出击！在这里，你的准头手唯一重要的东西。来吧，弄他们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，你还是要学说啊，干他们。你可以跑，我心存侥幸。枪火不会带来救赎，但我仍要试试。这维努斯在干啥呢？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，压力很大哦，哥们儿。我想干他呀！他们打野也能来，清算时刻即将来。哇，这 Q 到我了。我的打野在上半野区，那这样子我只能回来，确定他们打野在下的话。道上不讲王法，太拽了！要控着吧。是谁来了？今天打一下他。被打败的凹痕。做纪念，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哎，我为什么不回南呢？饼干，我现在饼干不回南了。西部的生活和步伐。我一直不知道，我以为饼干还回蓝的，回血了，我操，真晕呐！我一直以为回蓝啊，又一场大气，以前是回的。把野圈闪打出来的，不是兄弟，对面中单用闪了，对面中单不想就这样子死去，他为什么用闪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头不能给奴山，给了玩不了的。哎，我去，这补刀有点难受了。我还记得魔鬼的双
经验，如落日般血红。我瞎掉了，我一直感觉他没有弹的。我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。装什么？那我们好像拿的是没什么办法，他不敢指上去，只有兵线放出来的时候才行。对，我这把优势也够大了，不用着急了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魔鬼总能得偿所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边境的养分就是人心的养分。Enemy killing spree.总感觉好像笨笨的。不要和影子玩枪，兄弟，你这能指的？我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兄弟。这德欧拉的操作很危险。没错。感觉一个不小心就会嘎的那种。我控了过线，等会儿钱吧。没有难呐，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他这个线控的是什么？就是自己少吃一波兵线，我也不能吃，但是最后这兵线会回来啊。什么搞法？这个 Windows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操，这是什么兵线处理啊？线不吃空在这里，最后亏的还是他呀！卖两个，卖两个，卖两个。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了。我操，快走兄弟，这工作学出出来感觉他就变得猛起来了。我打不太起来啊，这下路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。推线吧，下路打不起来了，换血换不过了。脚下的路感觉能逼个大招什么的。恶毒的心有无止血。哎呦我操了，背不出来，好气啊。闪现，哎呀，这样死了。哦，还行还行，这种肯定是闪现 Q 的，因为他知道对面的这个维努斯有闪。可
惜了。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竟然刀还差一点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打中了。我们的上午情况好像不太对啊，有一种想法，不我们换去上路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辅助跟打野要吃小了，我们也去中吧。这一局下路对线感没那么重要了，就干吧。伤了别人，你就归我管。于是，地狱接踵而至。身上打下了烙印。我操，他肉的发水，兄弟，肉的发魂，这个人。你居然连枪都来不及拔出来。别废话。你说他会怕我们打野吗？哦，会怕我们中路吗？哦，他会怕。行。打？糟了呀！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这把火炮呢？还是这个吧，还是这个。火炮不行，因为没了。于是全部倒下了。接踵而至。上路太烈了，不能去上路打。躲开。瞅瞅这个。善心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不可能永远逃下去。严谨的正义，魔鬼总能得偿所愿。记得魔鬼的双眼如落日般血红。没事。哇，两枚都不吃线的兄弟。
杀不到是没办法。我操！我们这潘森不是这，我这不很怪我们这潘森的操作，兄弟。这好像也没办法，不是他这里这个兄弟啊 ，Q 轰了。哎，我下一件买无尽伤害特别低，我刚试过，但也只能买。看呐，我是穿着靴子死的。我伤害还行。二杠七，七十刀吗，兄弟？不要停步，我要回枪。哦呦，二杠七的单杀了吗，兄弟？翻呢？兄弟，你能单杀他？你真屌！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。他们上单来杀我，我就给了。我不知道他们上单在哪儿，上单在中，那我安全。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九分熟。我觉得中路之后得防守啊。我把下塔推了，我们拿了个赏金，挺赚的。他们放了个先锋。风中带着寒意。中单没闪，哇！我这么，我又是神装啊！我鲁西安这把，但我们的伤害真的就一般，没有攻击力。我没有赏金的，对面暴力有赏金，我操！妈，这咬上来口我，就这么喜欢咬我是吧？死了吧你，中亚也没了吧？咬我！这无尽真贵呀、啊，我去！装备都削弱了，他还涨价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
大龙他们肯定不敢打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，他们总是不肯安息。红搞一搞。低头。兄弟，我只是给你勇气，但没有说让你把他秒了。兄弟，我们是 AD 啊，都是苦命人啊！我操，兄弟，这三件套都还没有呢，给 AD 秒了。拿下无尽龙，好起来了。本来想说买个魔抗刀，看样子也不需要了，直接一手阴血。他们的中单有控制技能吗？好像是有的。死在我手里是最好的应得。哎呀，操了！没射爽啊，这不。我的阴影正在爆发。兄弟们，我这波勾引是不是可以了？就这个塔必须得让他射我，兄弟，不然对面都不怕的，对面都要怕的。给他们一种勇气，让他们看这个奴仙的血量，没血。我是主播啊，我宁愿站着死，也不能窝囊的死。这个一不过去，但是这里可以，这里也不可以。没人能原谅我。怎么说？是不是很像主播的操作？因为我是主播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现在就是我们表演时刻了。三百血，不，三百攻击力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射爽了，终于让我射爽了。暴击 ，OK， 拿下。对面就一到打团的时候，对面一个人头也没吃过。扛塔没人扛，我靠，我也不扛，痛死了。清算时刻。
二四三连胜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